其实这太极拳的奥秘就在这儿，为什么同样你看我这么抽丝，我在这个地方打头，我往回抽，我就成双重了，我都拽不过他。为什么这个丝到那儿，你看这一抽，你看他就过来了呢？从这开始抽，从这开始抽，这是一根整丝，所以我瞪的时候不是这个地方起头，是那个地方起头，不是手起头。这就好像一个火车，你站在火车上，你不知不觉你就随着火车运动，这就是所谓的惯性。你看我在这拽，你看我在这起头拽不动，你看啊，我在这起头它就出去了，这就叫抽丝啊，运劲如抽丝。所以我每运一个劲的时候，一定不是在这儿啊，刚才是从这儿抽到这儿，你比如说再过来，我不是在这接，在这接他握死了，我在哪接呢？刚才从那个位置，这一点很重要。